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谁最会摇呼啦圈，谁是反骨腰力最好的女生。欢迎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丸子范婷雅。第一招，我们的起脚式，先把我们的圈圈搭很好，放在我们的脚背上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的手可以先打开，因为等一下要扣住它。你的脚尽量踢超过45度角，尽量180。一上去的时候呢，你的头往前钻，对，作为一个 wave 钻进去。好，预备备 ，go！ 钻，卡住。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！可是你的手要卡住它，对。我想看雨谦怎么用。这是什么？一只运动。好可爱哦。老师这样正确吗？其实是对的，只是它力道可以再大一点。好，那老师这一关基本的训练完以后，之后要怎么样挑战那个拉拉圈越摇越多？那你们要用套圈圈的方式。所以他们套你，你可以直接。可以。懂了懂了，那老师你觉得他们是要用丢的？三个半，好难哦！一个两次机会。老师觉得今天四位女生谁看起来最有天分？我觉得艾瑞斯。恭喜艾瑞斯，今天是我们的最会摇的女生。因为你最会摇，所以你可以获得一个挑战摇一百。哇！老师先示范，老师先示范。好，你这里总共有几个？100个。真的100个？真的100个。老师今天教我们这么有趣的呼啦圈，如果想要找他表演，可以追踪他的 IG。